百份。当人们忏悔时，你就不再介意他们的过犯，反而予以宽恕，因为你是主，我们的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子的恩慈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我们今天是圣会星期三，我们一起在天主面前决定要悔改，要改正我们的生活。其实悔改不一定要等到四旬期才做，我们每天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修改我们自己的路线，我们要修改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四旬期就是我们一起公开的宣布，在天主面前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在上周在圣会星期三，我们会领受圣灰，那这圣灰就是在我们的额头上，这样做是我们告诉别人，我今天就要开始在天主面前要改正我的生活。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借着今天的神圣斋戒开始四十天悔罪和不俗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以克己修身，增加力量，与邪魔奋勇作战。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恭读约厄尔先知书。现在上主说，你们应全心归向我，禁食、哭泣、哀伤，应撕裂你们的心而不是衣服。你们应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因为他宽仁慈悲，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常懊悔降灾。谁知道，也许他会回心转意而后悔，在这场灾祸后给你们留下祝福，使你们能向上主你们的天主献上素祭和奠祭。你们要在西庸吹起号角，制定灾期，召开圣会，要召集民众，制定集会，召集老人，集合幼童，甚至吃奶的婴儿。新郎应走出洞房，新娘应离开闺房。上主的仆人司祭要在圣殿门，要和祭台之间痛哭说，上主，求你可怜你的子民，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使义民取笑他们。为什么
让人在义民中说他们的天主在哪里。上主再次度爱他的土地，怜悯了他的子民。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愆。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过，我的罪恶当在我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面前做了恶事。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五内注入坚强的精神，求你不要驱逐我，疏远我，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唇舌，我要亲口赞颂你。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攻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后书。弟兄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规劝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因为他曾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使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我们这些与天主合作的人，也劝你们不要辜负天主的恩宠，因为经上说，在施恩的时候，我抚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施恩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莫里巴那样心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在人面前行仁义，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面前就没有赏报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大吹大擂，如同伪君子
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人们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你们施舍时，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使你的施舍因而不落。这样，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你祈祷时，不要如同伪君子一样，爱在会堂和十字街头站着祈祷，为了引人注意。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在暗中的父祈祷。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伪君子那样面带愁容，他们哭丧着脸，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可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全部平安。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隐修院，我们有加尔摩罗，我们也有本土会，还有西都会。我做修士的时候，我去了南投。我去南投的水里，南投的西都会。我去那边呢，我去两次。我去那边为了做毕竟，就在从发愿的时候，应该先做五到一个礼拜的毕竟，准备自己的心，再发愿。所以我选择就去西都会。那到了那边就发现这个团体，他们有大部分的是修士，那来自美国，来自法国，我们也本地的台湾人，还有香港。那他们的院长是一个神父，是香港人。那他们会他们的生活是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以七为主，七个小时工作，七个小时祈祷，七个小时睡觉，已经有多少了？21个，以后还有三个小时，大概说他们自己的个人的需要。那我他们的生活就是很早，大概3点钟就开始起来的，就开始祈祷。那我就是那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度一个隐修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个修士，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在厨房准备他们的食粮，他们的食物，他在厨房煮饭。那我注意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几天在那边，我发现他也是他穿着鞋子，但是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原因，我就看到他的鞋子下面的鞋底都没有。所以他的鞋子就是在上面套着在他的脚，但是下面的脚就是赤裸裸的躺在冰冷的那个地板。所以他可能不只是在那时候他煮饭的我被我看见的，我想应该是长期他就是这样做，长期这样做。那为什么他是这样做？因为他们是隐修，他们想个办法要做补赎。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 的事情，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会注意这些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很注意到，会注意到这个是不可。以后呢，为了这些他们所做的不可，他们做补赎。那他选择补赎可能就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十字架，每天就是这样的行走。他所做的没有人注意到，但是他知道，他这样做，天主也应该看见，天主应该看到。在今天的福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耶稣他提到犹太人最重要的他们的宗教的生活最基本 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施舍、要祈祷还有禁食这个三样宗教的行动。但是他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注意，每次他讲这个的时候有一个模式，如果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你要避免什么，如果你要 做这个你该怎么做，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讲这个之前，他给我们一个原则，你不要在人面前行仁义，为叫人看见，这个是一个原则。你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人看到你的仁义，这个原则。以后他就说了，那你在施舍的时候，你要避免你右手所做的，避免 左手知道，避免你的左手 看到。你要施舍的时候，你就这样的在暗中做，你的父亲看见他会报答你，这个是施舍。你在祈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要避免的在街头上站着让人看到你在祈祷。他说如果你要祈祷，你要到你的房间关上门，你在里面在暗中祈祷，你的父亲 天上的父就看见，他会报答你。后面你进食的时候，你进食的时候你不要带着那个面带愁容，好像是在这么的哀伤，要告诉别人我现在呢我在进食，要别人知道。但是耶稣说了，你进食的时候你穿漂亮的衣服，你洗头，你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穿着鞋子，别人看到哦，你 有漂亮的鞋子，但是鞋底都没有，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在进食。要让谁看到呢？就是让在暗中的天主看见，他就会报答你。我想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施顺期，我们有四十天，我们要多祈祷，我们要多施舍，我们要多进食，但是我们是被叮咛被警告，我们在这四十天我们要做的，我们不是要做了为别人看见，为了别人看到我们给我们拍手给我们按赞，我们要做的是为了天主看见，是为了天主给我们按赞。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祈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羞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在你身怀中，全心信赖。